我听见你的声音，有种特别的感觉，让我不断想，不敢再忘记你。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，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。我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，不管有多少风雨，我都会依然陪着你。我想你，想着你，不管有多么的苦，只要能让你开心，我什么都愿意这样爱你。我不能证明它的存在，可是我可以让你感受到。不能证明，但是却能感受。嗯，为什么？只要能够让你觉得幸福的人，就是你的天使。
那幸福是什么？现在我看着你，我的眼睛就会觉得很幸福。现在我牵着你的手，我的手就会觉得很幸福。你陪在我身边，我的心就会觉得很幸福。而现在我的嘴唇即将会觉得很幸福。黑夜里指引我们的方向，谁让我在等一下。人家说太容易得到的幸福就容易幻灭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啊，你想得到幸福就先得追到我。来啊，来追我。怎么那么多新娘啊？孩子爸爸来啊！孩子的爸爸，师姐，不，很想抱啊你！你刚才那么用力的拍我。不是的，我是想说抱歉，我刚才做了一个梦。什么梦啊？大白天的，你做春梦啊？不是春梦，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噩梦。噩梦？你说什么呀？我梦到一群美少女，她们围绕着我。我看你呀，就是在做春梦。我，小姐，怪了。我怎么会做这么奇怪的梦啊？哎，娇娇，等一下，马上来。对了，我新买的泳装让飞翔看一看，让他眼光一亮，大开眼界。飞翔，哎，贾先生，好。门开了，怎么样啊？我的头忽悠一下子，飞翔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哎，娇娇，你喜欢讲笑话，你怎么穿泳装来迷惑他？拜托，我喜欢听笑话，不喜欢讲笑话，尤其是没有水准的笑话。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以为站在门口的人是你呢。我。所以说你穿泳装是想要迷惑我啊？哼，你少臭美了。哎，蒋先生，让你久等了。哎，没啥事儿，我就是有点头晕。啊，您别求我了。娇娇，你的身材还真是厉害，把蒋先生搞到现在还在头晕。没有，我讲是真的。今天早上我一起床，我这脑瓜子就嗡一下子，那你要注意了。任何的晕眩都可能是高血压的前兆，来，我帮你来量一量吧。哎呀，那倒好啊！哎呀，那太感谢了。哎，好。费翔，你是不是又想偷懒，跑到我这儿鬼混？才没有，我是专程来找你啊。怎么了？我刚才啊，在游泳池畔做了一个怪梦。
什么怪梦？我梦见一群美少女啊，全都坐在旋转木马上，穿着洁白的婚纱，个个都在向我挥手。哎，向你挥手？你别白日做梦了。哎呀，你别打岔。最诡异的是啊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大着肚子。啊，真的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你快停啊！不能停，来睡翔，接着说。我跟你说，我这都快忍不住了。对呀，我也想知道结果。我他们一直都，我这手快爆炸了呀！啊，爆炸了！你瞅瞅，哎呀，让你量血压，差点把我这命给整丢了。哎。我们重新再量一次。你快拉倒吧，你以后再说吧。您说的对，刚才情绪太紧张了，血压已经偏高，量也量不准的。还好意思说，这是基本常识，没有知识呢也要有常识。没有常识，你要多看电视的人是你。我是费翔啊，你真的在梦里头梦见一大帮大肚子的女孩子向你招手？你还梦见啥玩意儿了？我还梦到他们跟我说了一些奇怪的话。什么奇怪的话？他们说什么什么孩子的爸爸来了之类的。你是孩子的爸爸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还真能干啊！我看你是游泳水泡多了吧，脑子进水了吧？竟然大白天做这样的怪梦。最奇怪的是啊，其中一个大肚子的美少女，她像猴子一样，一下子从旋转木马上跳到我身上，紧紧地抱住我，勒着我的脖子，害得我差一点喘不过气来。后来我用力一挥，才把她挥开的。哎呀，你这梦整的还挺有意思呢啊！后来我抬头一看，那些美少女跟旋转木马都不见了。最诡异的是啊，我刚才挥开的那只手，竟然有一条蛇缠在我手上，怎么甩都甩不开。哎，是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骗你干嘛？只有你这样的怪胎才会做这样的怪梦。哎，蒋先生啊，你博学多闻，帮我解解梦吧。那啥，我以前听女同学说过啊，这女孩子梦到蛇缠身啊，就是代表有男人想非礼她。这梦里的蛇呀，就代表着一个男人。那男人梦到蛇，不就代表会有个男人喜欢你？不会吧？费翔啊，你就把心放宽宽的。娇娇啊，是跟你开玩笑呢。依你的梦来看呢，是会有一个女孩啊，她喜欢你，啊，还愿意嫁给你，就像那个蛇一样呢，缠着你，真的？真的。啊，那我先回去了，等往后有空再来量血压吧。好，蒋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抱歉。再见。不知道那个女孩会是谁？不会是君君吧？你少臭美了。哼哼，看来有人在吃醋喽。你少恶心了。不过那个缠着你的女孩，如果是君君的话，我会助你一臂之力，一直到你们结婚生子。哇，你这么大方啊！这样米娘就会对他彻底死心，把注意力放在我的身上，你懂吗？搞不好蒋先生说的人呐，就是你。我。哼哼，不然你干嘛穿着泳装迷惑我？我倒要等着看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孩。
喂，君君，你什么时候到啊？今天下午。喂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海边拍外景照片啊，因为凯莉想在所有的旅行社的杂志上刊登。啊，对了，这次你带什么团来？我这次不是带团，是跟同事带的团一起过来玩的。那这次不是你带团了？看，把你吓的！我告诉你啊，这次带的团呐，一定会给你很大的惊喜。不会又是上次那个减肥团？这里比较近，送他到市里面的医院太远了。他怎么样？应该没事吧？我帮他输了点葡萄糖。哎，对了，待会儿他醒来，你送他到医院还是检查一下吧。对了，这女孩是谁呀？喂喂，我在问你呢，她到底是谁？怎么会在你车上？我在沙滩遇到她，我不认识她。你不认识他？他是突然晕倒在我怀里。晕倒在你怀里？哎，这事儿倒新鲜啊，你不会在骗我吧？我骗你干嘛？看你对他那么关心，好像不太像啊。没错，一定有问题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别胡思乱想了。哎呀，我只是好奇的问一问，你要是不想说，就算了呗。哇，她长得好漂亮呀！那有娇娇姐漂亮吗？不知道，反正没我漂亮。米娅，你别再骗我了，刚才人家在叫你的名字，你还说不认识人家。爸爸，她是不是你以前的女朋友啊？你看，没话说了吧？对呀，刚才还一本正经的呢，说不认识人家。哼，有
有个花心的爸爸，就会常发生这种事。哎，你们两个说够了没有啊？我说不认识他就是不认识他。米妮，你先回去吧。你先别着急，先躺下来休息一下。不，你不要离开我，我觉得好怕。这里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度假村。你刚刚在海边晕倒了。我刚刚怎么会昏倒呢？小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住哪儿啊？我叫什么名字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？我怎么想不起来我叫什么名字了呢？对呀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会昏倒在戴维的怀里呢？我到底叫什么名字？戴维，你应该知道我叫什么名字的。我怎么会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叫什么名字？好，你还在打点滴，你先休息一下，啊，没事。来，你不要离开我。这个女孩好奇怪啊，她知道你的名字，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，这是怎么搞的？怎么回事啊？我真的不知道啊，她为什么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呢？老实说，你是不是为人家做了什么？哎呀，拜托了，我现在不想开玩笑。你没看出来吗？她好像失去记忆了。失去记忆？真的，那个时候真的有好多广告商要找我拍广告呢。又在吹牛。我哪有吹牛啊，宝贝们，你们怎么都不相信我啊？谁叫你太会吹牛啊？假，你整那玩意儿太假了。听到没？他说你太假了。拜托，他是在说小说里面的情节太假了，不真实，不是说我。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哇，蒋先生。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们在讲什么？我在这看小说呢。听到没有？他是在看小说。李教练。什么？你这是干嘛？你听说你很会潜水，喜欢我吗？把这些钱给我。那有什么问题？这是我的强项，等着吧。哟。是你啊！哇，好漂亮的戒指啊！小姐，收好。这个男人啊，他很快就要结婚了，你啊，就别再乱丢戒指，玩这种挑逗男人的游戏了，懂吗？因为他是我的男人。啊？哎呀，真有一个大肚子的女孩来找他了。
的？你说什么？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？那不然会是谁的？哎呀，你慢点喝嘛。秀秀，你没弄错吧？费翔，你真会开玩笑，我怎么可能弄错呢？嗯，不可能啊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可能是我的？我嘘，你小声一点，小声点，别哭啊，小声点，大家都在看我们呢。哎，那不好意思啊，没想到你竟然说出这么没良心的话，原来我还以为你会非常高兴地迎接我们母子，没想到你竟然秀秀，别再哭了，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！你是真不知道，还是装糊涂啊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！你们男人都是这样，事过境迁，退得一干二净。我没有啊！你还记得选拔初赛的前一天晚上吗？我当然记得啊！这是我一辈子都难忘的晚上。那天我们两个很开心，我们喝了很多红酒，你还抱着我跳舞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那天有很多人都跟我跳舞啊。不，在我眼里只有你一个人，你抱着我跳舞，然后还在我耳边说你很喜欢我。后来我们都喝醉了，难道说就是那天晚上？嗯，我怎么会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？哼，你是在故意气我，还是怕我缠你？你干嘛这么说？不是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当然了，不然我干嘛千里迢迢的来找你啊？这也不能证明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的。别哭了，小声一点。我刚才突然头痛啊。是吗？那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一阵晕眩，我想我去医务室拿点药吃就没事了。对了，秀秀，你坐了这么久的车应该累了吧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去医务室拿点药就没事了。要不要我陪你去？哎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好了，拜拜。哇，米阳，你还真大胆呐。费翔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来，小心，坐。等我一下。喂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问我，我还要问你呢，你还真有一套嘛。哦，他是……哎，别解释，只会越描越黑。哎呀，男人嘛，哪一个男人没有一点小秘密？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。哦，哎，赶快进去，赶快进去。嗯。保密，保密，保证把你的秘密说出去。
真漂亮。漂亮你个头啊，语无伦次。君君，你今天好美哦。导游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入住啊？前台已经在登记了，待会儿就帮你们分配房间。啊，好的。导游，他是你男朋友啊？不是才怪啦！我是这里的游泳兼健身教练，你们好。好帅哦！我肚子有点痛，头晕，想吐。好，我带你去医务室啊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哎，请扶他一下。好，我带他去医务室啊。哎，君君，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啊。说啊，吞吞吐吐的。我刚才在走廊上看到米阳跟一个女孩子亲热地走进了房间，那个女孩子长得还真漂亮。你可别跟米阳说啊，我答应过她要保密的。没什么事儿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啊。舅舅，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呀，那个女人一直抱着米阳不放手，可是最奇怪的是，她醒来之后竟然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，从什么地方来，只记得米阳叫戴维。是吗？你不知道，她在我面前叫得肉麻兮兮的，真是气死我了。那后来呢？那个女孩好像对米阳很依赖，一直不肯放手，我猜他们俩一定是有问题。不知道那女孩的失忆症是真的呢，还是故意在我面前装装的。对，她一定是从我跟米阳的谈话中觉得我们俩的关系匪浅，所以有可能是在米阳跟前套招，搞出什么失忆症。你跟米阳关系匪浅？那个女孩子多大了？哦，20多岁，跟咱俩差不多，长得挺清纯，挺漂亮。哎，这男人呀，见一个爱一个，见异思迁。看那个女孩对米阳失魂落魄的样子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你觉得我哪一点比他差啊？喂，你们在干嘛？哇！我自己来。米阳泡妞，你们就靠自虐来发泄啊？哎，费翔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跟你们说，米阳他已经跟那个女孩子在房间里待上一段时间了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你们说会发生什么事？还在磨蹭什么？再不去的话，不但生米煮成熟饭，恐怕连孩子都要咕咕坠地了。我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了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知道你叫 David， 我只是感觉到我听到你的声音就很熟悉，好像以前就存在我的脑海里，所以我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我真的好害怕。你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？当我遇到你的时候，我在你身旁找到一些照片。是什么照片？在哪里拍的？有一些是在海边，有的在海滩上。海边，海滩上。怎么了？你想到什么吗？我想不起来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好了好了，我真的很害怕。先别难过，没事的。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我们不能这样冒冒失失闯进去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想，如果这时候有人敲门，米阳一定心里有所准备。等他来开门的时候，就算他们发生了什么事，他也可以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我们也看不到啊，对不对？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你很有经验嘛。
哎呀，小姐，没有知识要有常识，没有常识呢，请你多看电视。我现在就去客房部要房卡，直接冲进去来个捉奸在床。你揪你个头啊！你揪我。对呀，不太好吧？哎，放心啦，我有办法。先别难过了，来，小心啊。你不会离开我吧？你不会以后就不管我吧？大伟，你千万不要离开我！如果没有你在的话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大伟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李阳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大伟。谁在说话？君君，你怎么来了？君君，米阳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放开我！君君，张伟，张伟，怎么回事啊？对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可以把他带到度假村饭店的房间里来？你这样做也太过分了吧！你是娇娇小姐吗？对。老实说，你是不是米阳以前的女朋友？你是说 David 吗？对。哎呀，你明知道他有失忆症，你问他那么多干嘛？飞翔、娇娇，你们太过分了吧！门都不敲就进来，飞翔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！哎，怎么又赖我？你自己把人家女孩带到饭店里面来，然后又把人家弄哭了，现在又来埋怨我。哼，我真是看走了眼。哎，高清扬，是你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娇娇啊，太好了，终于遇上熟人了。我在房间里都憋了半天了，费翔啊，就是不让我出去透透气。你已经肚子都这么大了，是啊，费翔他真有办法。哎，费翔，你去哪里？等等我。秀秀，你就别再追我了，这样度假村里面的人会误会的。误会什么误会啊？我大肚子那是事实啊。事实是事实，可是这个事实不是我的错啊。好啊，费翔。你再不站住，我就大声的叫，让全度假村的人都知道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这只无赖的肥羊的。飞翔，你自己说，你要怎么负责？我负什么责啊？这个责负下去，我这一生就完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有种再说一次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我不是男人，我可是男人中的男人。哪一点像男人啊？你怕你名声毁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我一个女人挺着大肚子，我还没有结婚呢。这，你敢做而不敢承认了啊你？秀秀啊，你为什么一直缠着我？那天我的确是喝多了，可是那天现场那么多人。闭嘴！我肚子里的孩子的爹是谁？我自己会不明白啊。我这。哎呀！哇，我看见飞翔叔叔被一个女的追耶！是不是一个大肚子的女孩子啊？你怎么知道啊？哎。那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啊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也就是说，费翔正坐着一辆啊去教堂的特快列车，哎，什么车？是结婚的特快列车呀。结婚特快列车有这种车吗？当然有了，哎，他不仅有，而且费翔呢在中途还要补票，他手续不全呢。
车上多了一个人哎。哎，这不可能的，除非啊有人中途退票。哎呀，现在这些个年轻人呐，也是忒新潮了。来，让我瞅瞅啊。女经理，你来的正好，你要替我做主啊。秀秀，你先别急，让我处理。费翔，你是我们度假村的人，这件事情就别闹大了。米阳啊，你是局外人，搞不清楚状况。现在就连我自己都是糊里糊涂，莫名其妙。这个事情你别管了。糊里糊涂。嗯。哎，导游小姐，我刚才看见那个孕妇跟健身教练在喷水池旁边前进后退的，真搞不懂他们在干嘛呀。哦，那个是在锻炼。锻炼？对，这是我们度假村新推出来的一项锻炼方式，专门针对你们孕妇。据说这样跑前跑后的话，会对肚子里的宝宝很有好处。真的？对。那娇娇小姐，我们可不可以报名参加？对啊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不过要让我们的健身教练出一份详细的计划，好好陪你们这些孕妇锻炼锻炼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好的好的。怎么样？哎，你还真能瞎说哎。人家大肚子都找上门来了。你在说什么？秀秀怀了费翔的孩子。真的？真的。如果让他们知道的话，这还得了。所以我灵机一动，想出了这个办法，才保住了费翔的生命。要不然这下就完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反应还真快啊。哎，费翔真不是个好东西，竟然捅出这么大的娄子。明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自己是饭店的经理，没想到竟然带女孩子回饭店的房间，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失望的人不只是你一个。以前我听别人说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现在我终于发现了。这只一秒让我决定，你的微笑是如此甜蜜，印在我的心里，就仿佛透过阳光。也许是走过下一站街灯，我可以把你的决定挽留，留在我的身边，都是你，真的爱你。时间停止在这里，让我忘了我是谁，看着你的脸，左右着我，无法离开。这就是你，时间停止在这一刻，黑夜般漫长的感觉，等待你的吻给我的勇气，依靠。这就是你，时间停止在这一刻，黑夜般漫长的感觉，等待你的吻给我的勇气，依靠。这就是你。